各位同学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吼，来请就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日是真欢喜，大家高级班呢已经毕业吧。毕业的时阵啊，责任搁较重大。咱现在啊，分予大家啦，他有一个人会使摕两张，你若要搁爱较侪张啊，接过来加套。这摕两张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回去。在路里，人若咧甲你问，你这张摕互伊，足好用啦。因为佫细张吼，无论你咧坐车的时，伊伫台中州，还是台南州，拢有后壁，拢有住址啦。因为高级班。毕业的毕业的咱的同心嘛，拢爱有两个责任啦。第一就是讲去鼓吹人来办身份证，搁一个就是介绍来遮上课。我伫遮地无啊，徛伫遮。要甲大家讲，恁大家啊，现在开始都爱去穿这个服装啦。安尼唔知大家清楚无？无啊！咱的徽章甲乌西装，咱出去。那有团体的活动，拢是穿安尼啦。你那个人，你无啊，有诶讲啊，无爱伫个揢你个包包里面，个人无都爱安尼啦。这是咱诶服装领带，现在因为。咱无要去日本，若要去日本啊，领带都特别规定啦。若普通时啊，领带你要欢喜，甲什么色个，你家己选择。所以，这爱甲大家讲个清楚，因为若无够吼，来我遮也有吼。因为我这种徛伫底下底个啦，吼、人也爱做可以。我现在咱要来讲咱闭幕式吼、我闭幕式就是讲咱三天来所上课的。我用 PowerPoint， 还是用影片、影片，给大家看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搁学习一摆。安尼，我现在所准备的 PowerPoint 按照 PowerPoint 的顺序啊，来给大家介绍。第一就是讲。因为有你来参加，咱的成功啊，愈接近啦！大家为家己拍破啊，这里，足感恩啦！这秘书长也讲过啊，足早讲过啊，这就是。
苹果日报的报道啦，啊，是啥物时阵？四月初五年啦，咱阁学习一下。美国自称讲挺台湾自治啦，啊，这个自治是啥？写伫遮。我懂啊 ，many 是，伊这是面顶有人个啊，有人主权个，唔是讲咱住伫遮个人，咱就来公道，啊，就咱家己要安怎决定？唔是啦，伊遮只。啊，这个这个，咱讲啊，主地啦，是面顶啦，要人的。我这边讲两个例，给大家更加清楚。李登辉做十三年，伊讲要会神啦，美国啊讲安怎讲？不可以。到尾来李登辉安怎讲？动神啦。即卖要有台湾新政府，少年有带笔电的人去甲拍台湾新政府找看卖咧，什么人伫遐咧做省长？啊？无啊？这就去用说去了。那有会李登辉讲要啊会神，讲要把这个线废掉，美国啊讲未杀你，搁要变动神。所谓动神都是啥？要有台湾性的先定，林正则啦。迄、那个新德市的市长啊，刷了后刷伫遐咧做台湾省的省长啦。啊，搁遐有啥？有资议会的议员呢？啊，这唔知大家知影无？你都拢唔知嘛，都无法度，大家都拢恁这是啊，做啥戆百姓，咪变来讲。要搁甲大家讲，阿扁啊，第一次选到足风光的去美国，第二摆，伊讲要甲台湾参加啊联合国啦，资料款款的甲送入去联合国，联合国甲退件啦，连开都无开啦。阿扁啊，讲要来公投啦，美国安怎讲？麻烦制造者，啊，这大家唔知知无？大家先看卖咧，那安尼讲，就是安尼啦。这块土地都唔是恁住伫遮的人讲恁。有主人的，这个主人是什么人？就是美国占了啊，日本天皇的啦。啊，你要啊独立，啊，你要啊做啊建国，所以这唔是足清楚，这两个咧就好啊。等下去讲讲，咱这个法律100%正确的啦，啊，各个拢甲彼此顶同款，啊，所以即马慢慢啊咧发生，奥巴马啊，过两三天啊要去日本啊，去日本遐我看会个轰动啦，所以。
因为大家来上课，咱大家拢这个福气啦，拢去搭上啦、坐啦。你阿伯啊吼，那拢确定啊遐个时候，咱这间一定坐无够啦。迄阵啊，你要报名，酒店讲啊，较慢的，较慢的，你后期才来，后期才来。所以，这个时阵，你有好朋友，亲戚五十，搁较少年呢，伫学校的，拢叫叫紧来受训，安尼就足清楚。例如啊，中华民国的总统李登辉总统，甲阿扁的总统加起来都要偌济？一个八年，一个十三年，都要二十一年，有改变啊无啊？啊，所以大家唔太，你讲啊，咱安尼会得过就好啊。卖去蹦，变遐有空无算的。一挂朋友甲我讲，安奈，张教授啊，啊你都过了遐好势，安奈咧变遮有空无算的。我甲讲，我要死以前啊，要做一个较有意义的啦，甲大家同款啊。咱。爱予咱的子孙过了较好过，所以咱的宗旨来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咱的宗旨是啥？唔知大家知啊？一切为百姓设想，咱要做代志，拢爱为百姓设想。这是咱的宗旨。那安尼，天佑台湾，真济咱这几年来碰到困难，拢到尾啊，拢顺利啊，经过。好，啊，这予大家去思考啦，吼，啊，拄啊出来这里。这个是四月七日的，主要啊，这是报纸啊，我报出来，安怎讲？这实在足浪费，足浪费。公务人员上班唔上班啊？你爱一切为百姓去设想去解决问题。无啦，去阿只，去阿电子官网啊，的公文啊，讲安怎咧？搁有做记录哦，搁有打勾哦。倒一个人啊，今咱就无来啦，伊只吼小姐，这个小姐就是无来啦，啊无来就无交啦，啊那有来啊，拢啊。最少爱五十摆啦！啊，你大家去想看卖，大家去想看卖，公务人员上班都有诶来都哦啊，来都都啊咧下地啊，报纸都啊咧看，嗯，啊都无虾米代志，啊都伫遐地下咧，啊都啊电脑小甲点咧点咧点咧，爱点五十摆看诶公文，安尼看。咱了解这有些时来吼，咱人民是来看到这个政府吼。啊，这也不是我讲的呢，是这个呢。这个是福大的一个教授啦，啊，走入去行政院都啊，变入去行政院，伫土瓦底去看到，讲啊好，顺便甲翕者做纪念。
这大家去想啊。欸，我讲到这，唔知我咧讲这，大家唔知知影意思啊？唔知有诶唔知意思，听甲，但我咧讲这，唔知咧讲啥。那听啊，有诶举手一个好无？好啦，谢谢啦。啊，有诶听无，我搁讲一摆啦吼。公务人员诶，上班诶时间，个咧，迄个叫做点约吼。甲上班诶时啊，咱因即卖要施政啦，要创啥啦？啊，伊公文啊，讲啊，即个赞啊，唔赞啊，即个好啊，唔好，咧制造人气啦，啊，都做假啊。一个人爱点点五十摆呢，一天呢。啊，你看看会死啊？唔死过？啊，你唔知大家有弄清楚无？哎，啊，这个记录的呢？这记录的呢？所以，看这个政府话。拢骗的啦！好，这样吼，这看到这样，我也实在，我伫海外足久咧，真正白色恐怖的翻版啦！伊即马，迄个叫做。四月啊，三十太阳花，世界拢串联呢，同迄个时间拢出来呢。啊，政府外交部啊，是倒一个单位都发一个命令，讲去世界各国，若出来游行，遐人去安怎？海外是倒一个团体，啊，因是虾米人出来咧游行？公务人员呢？领人的钱呢？啊，咧做虾米？白色恐怖嘛？啊，你大家想看卖？大家想看卖咧？真正，我伫国外时，曾经有一个讲因老母过身去，啊，要转来，啊，转来，唔是以前的，以前要转来，转来台湾啊，还佫去签证呢，无签证也袂使转来呢，啊，伫国外待较久，虽然有这个。啊！流亡政府的护照，我爱去签才会使入来呢。伊都唔准予你入来啊！啊，这就是啥？白色恐怖的翻版啊！这是最近发生的吼，予大家会记哩，了解。好，即卖要甲讲一个较轻松的啦。讲一个轻松的，就是讲，咱甲芝麻已经举行六摆的军校的考试，吼、哦、啊，军校的考试啊，希望大家拢来考。这我从高考安尼啦，考到你就有任命。军校的资格，这是安怎讲？咱来拢考迄本啊，咱
秘书长写的啊，《新台湾论》拢考这本内底啊，选择题啊，先是非题甲选择题，我即马要甲大家讲，要安怎做做题啦，要安怎做题吼？大家拢为选择题先做，选择题一定有答案的嘛？你选择题啊，算算的了后一百啊二十条做了，回来再来做是非题八十条，因为是非题在大家爱记哩吼。咱立王政府的高等考试。诶，题目，我是审题委员呐、啊，高考诶题目，诶，迄个出题，我是啊，成本跟管理会计的审题委员，有诶出来，咱阁去看有啥物毛病无？咱咧看一定前后一定是对的。袂使有前后有一点啊毛病，啊，唔是啦，咱的出题吼，咱的选择题吼，必须定较爱啥，你知影？头啊拢甲你讲对啦，尾啊才甲你讲唔对啦，啊，你计对咧，啊，实在唔对啦，啊，安怎讲？简单吼，讲依照。国际化啊，战争化，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啊，台湾就是美国啊军事占领啊，他的所有权是归属于日本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啦，所以我要讲这个咧。好，大家要做答案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啊！啊，所以要跟你讲，这么多人报名，是安怎你录取率无关？啊，都拢为啥？为是非题先做啦！哎，看一遍，安都对啊，头拄啊讲的有讲对啊，啊，实在都唔对啊。哎、欸，还看一遍，哎、欸，唔对啊！而且伫遐个时间，刚刚咧前遐个对啊，唔对啦。时间前过了后，要阁来写有正确个答案，啊，都时间都无够用啊！所以爱甲大家讲，来考拢来考，吼、哦、啊，来考有啥物？这就是讲，你考到，你讲我是高考及格的，就是安尼。你看咱的录取率无悬嘛，比高考的录取率还啊差无偌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甲你讲，咱五月初三要考，大家有兴趣啊无啊？感恩啦、啊，大家较拼咧。后来，咱过来，哎、欸，我车，袂无法度好跳。有啦，有电啦，咁有电啦。哦，来，有车有车。嘿，好来，咱大家人拢有资格来写家己的历史。希望大家伫十二月
21还是20左右，拢来参加啊祭拜靖国神社。12月啊，一定爱参加高级班以上的人，拢会使来报名参加，加一个拢高级班。所以叫恁穿服装，就是准备要来遮家己来写历史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家己要来去写历史。你这讲，阿伯甲恁孙讲，哎，恁阿公以前什么时阵去伫遮？我会使甲因介绍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讲这。大家准备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拢头爱开3万几块啦，啊，有诶买起啦，慢慢来欠，吼、哦！啊，要到12月要，因为咱出去拢开家己诶啦，一定开家己诶啊！啊，搁期待，去甲天王喊万载万载，你看，这个机啊！甲因这个马路机，拢会得入去啊！3年啊，咱这机拢入要伫内底，所以咱去因遐甲参加，去个甲摇这款机啊！日本的教科书才爱去改呢，啊无日本的教科书。无改啊！啊，咱去甲摇摇咧，3年来，因个教科书无改才袂煞哩。即马就是讲，台湾是要是日本天皇要这个所有权。无，这个企业要让你入去哦。有2道关卡呢，你要夹入去。无可能啊！所以，这就是我，因为我参加3年啊，这个机啊拢入去。后来，咱过来，这有也较少看到了，啊，较唔知啊啦吼。这就是什么？2009年。12月15，因为伊阵啊，只副啊书记尔啊，副总书记啦，唔是总书记，副的要做总书记啦。伊阵啊要去美国，叫外务省安排，外务省无法度甲排。伊讲你要见阮天皇啊，半年前你就爱来排啊啦。啊，只拜托美国，叫美国安排，美国这个安排入去见天皇。安尼，咱唔才会知，啊，无咱哪会知？啊，伊家天皇讲，啊，阮中国的经济啊较好啊，想要来买台湾啊。啊，天皇安怎讲？天皇讲，阮祖先哦，都无咧卖物件呀。啊，公投无20分就再见啦！啊，这张是要让大家了解讲，所以中国现在较高层的，拢唔敢画出讲台湾是我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以前朱镕基咧当总理的时候，佮手提公投无讲。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恁要选台湾总统，哦，啊，伊阵啊，李登辉是要伊是选流亡政府的总统啊，啊，伊放迄个有做啊飞弹来，伊阵啊，啊，这也不是，也不是我好承认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日本迄阵首相叫做野田，
啊，温家宝伊唔敢讲，钓鱼台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啊。伊即马创造一个新的名词跟核心利益啦，讲台湾那是伊的核心利益啦，啊，钓鱼台也是伊的核心利益啦。啊，因为伊即讲啊，因为咱钓鱼台照咱华理来讲是咱台湾的嘛，所以伊这个即马敢讲啊，因为咱去拜天皇了后，因已经清楚啊，迄阵啊即马才讲，迄个钓鱼台啊，尖阁群岛啊，他们日本的固有的领土。哦，这，哦，大家知影一下呢吼。啊，这有看过牙手一下看麦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这支甲这支有同款啊无？啊，是安怎要挂这支？大家去想啊，因阿唔去挂一支，原早这拢是就职典礼呢，就职典礼呢，那去挂一支。大家去想啦吼，答案吼，伊就是要闹炮啊嘛，啊伊人民讲因阿爸。要用这支旗来做台湾民政府了。好，大家去思考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哈。好，来阁看这个，这伫在1949年，这叫做蒙白啊。啊，这就是伊家己讲的啊！啊，因已经灭亡啊！啊，唔知要讲要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陆去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因想要过去拍过去啊，看法度。翻新无，啊！这实际上，啊，这地都伫南京，好些。啊，这南京都甲，这同款啊。教育部，这个要做啥？2013年12月初3啦，伊讲安怎？咱的首都伫呾？南京啦，甲这头拄啊好势好势，伊讲咱的首都啦，伊应该讲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伫南京，唔才对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伊在讲的，啊，这我大应该足清楚。啊，这那应该大家我足清楚。这个就是，伊这个是福州的新闻呢，福州的新闻呢。伊这是我美国安排的啊，伊讲伫遮共同啊，五个共同啦、啊，共同管理、共同利益、共同规划、共同制造。啊，你咱这边车去到遐内塞哩，啊拢共同啦，咱这边。有什么执照？去到遐拢是共同在这个所在。咱要拜托咱的啊服务中心吼，放一篇电影给大家看这里，就是平潭岛加台北港迄个货轮，
迄个通行的影片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后轮的影片，给大家看嘛，来。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，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。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，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，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，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。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它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元旦前后啊，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。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，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TVBS 新闻李宏、庄志伟，福建采访。安尼，大家，这拢咧进行啊！啊，咱这的老百姓，敢会知啊？足少的，足少的知啊啦！啊，那有诶去互骗去啊！前2、3礼拜，伫平潭岛受骗遐个台商啊，伫台中市啊，咧。那个做游街啦，受害底下咧游街啦，伊个起来个，个咱这边个去用骗卡，骗卡济的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爱，足爱有各个这个观念咧，因遐吼，诶，法律是啥？哪讲法律无规定的啊？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啦！啊，你台商没那该去打官司而已啊！伊凊彩啊讲啊，这法律无规定啊，啊你违背中国政策了，判输了，啊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大家爱觉悟吼，爱玩。了解哈，来5个共同规划、共同投资、共同建设、共同管理、共同受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要台湾及平潭的特色，来遐这就是啥？你知哦？美国甲中国讲好啊啦！你若歹住台湾的，无来领身份证的，咱这张身份证无来领的，后回你就准备去住到遐啦。你若无来领这张身份证的，你就中国人嘛，啊，中国人。恁行入去迄边，啊，各种生活袂好势，行后摆啊些乱走啦，啊，有诶走诶东北去，走诶啊做蒙古去，啊是做西藏去，走诶云南去，伊要管理歹管理啊，恁大家拢走来啊，这个平潭，伊只。好管理啦，共同管理啦。啊，回去，我提一张去鼓吹，哦，啊，遐济所在拢来办身份证，啊，叫伊来办一张。你若无爱去平潭的来办一张。
啊，咱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咱过来讲这张身份证。有的甲问讲，啊，你有用过无？啊，我讲我迄阵啊，拄啊身体欠安啦，无去美国啦，所以我无用过。但是我要叫有用过来现身说法，吼、哦，来现身说法。啊，咱要啊拜托来放一个哦，这个现身说法哦，拜托。一定，必须定。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，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。难怪我们告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好，所以要拜托大家。回去，这张是美国制造，啊，到美国拢会使使用哩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见证。好、哦，啊，但雅虎是我是一个牧师呢，牧师敢会使乌白讲哩啊？袂使哩啊，所以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希望咱大家会足清楚啦，我会足了解啦。啊，咱即马过来看，我看这应该大家拢有看过吼，这啊拢有看过，这应该我有看过，有看过啊无？这没看到哈，好来，咱来这里要走入历史。就在今天，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。不过，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精简裁并的青辅会、体委会。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联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着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，并不改变。降旗，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永远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。萧家石拿了骆驼赠画，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钟情卓朴，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，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
白饭、麻婆豆腐、调理包，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，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两个小时中可以做出四菜一汤一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，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、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精简支票。特别新闻崔荣群、林尚平台报道。这就是啥？因咧撤退啊嘛，拢咧收啊嘛，过来来看一个啊，这咱卖阁看吼，来这啊宪兵司令部台车，咱来看金门的啦，这个金门的这个阁放互啊放互大家看这里。来，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。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“前线中的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，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他，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，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、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咱这影片，给大家看。咱回去。爱做两件代志，第一就是讲叫咱的啊亲戚朋友50官进来清醒。咱这是晶片的哦，莫哄骗去啊！晶片身份证来清。第二件代志，就是要拜托大家鼓吹搁较少年、搁较有专业的来。上课，安尼，咱一日一日咧接近咱迄个接收啦。咱是要甲美军讨政府，唔是要甲流亡政府啊讨啊，这里要做啊。咱无要甲要挣钱啊，咱是甲美军讨，希望大家。较努力个安尼，好啊，好啊！感恩啊，感谢咱今日甲只结束。